者王俊杰新竹报道。被誉为市集中的 LV 市集新竹市东景森林市集今天登场，今年以手镯达人经典创作系列为主轴，共设置15个特色摊位。虽然偏后细雨绵绵，仍浇不熄民众逛市集的热情，许多手作品短时间内就被民众抢购一空，现场人潮满满。市府城市行销处副处长林正光指出，东景森林市集去年盛况空前，今年的特色摊位同样也邀来不少知名手镯达人分享创作，现场有美食，有文创，有怀旧古物，不少摊位都接到客制化订单。另外，今年的东景森林市集也邀请埔里松鼠市集优质摊位进驻，希望激荡出不同的合作火花。而陶艺之灵的创作者林时植也期许透过陶艺创作分享其对土地的关怀。今天市集所有的视觉意象都是由创作单位设计，让民众好逛好玩好新奇。新竹市东景森林市集创办人安琪拉说，去年市集推出后获得民众好评，一开张就几乎要收摊，且不少是全家大手牵小手来逛市集，因此今年特别规划餐饮区，让亲子能以野餐形式体验儿童城市特色。